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哭了一上午，把眼睛哭肿了。从过年前就欠你们的鞠婧祎仿妆终于来啦！虽然我行动比较迟缓，但是我这个人还是言出必行的。跟你们分享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超漂亮的博主，我叫阿星，他就画仿妆超级厉害。然后我就跟美女加了微信啊，好开心呀、啊！而且他超级善良，人超级超级好。果然，人美的人心也是善良的。底妆就没什么讲的了，咱们就聊会天吧。我这两天不是出去钓鱼吗？你看我的手，看这个色差，还有这里，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，连手上也不要忘了涂。上面真的好难看啊，我做什么美甲都会显得好。我一会儿要把素颜霜涂在手上。今天画的是这个钻石妆，好美、啊。我感觉小鞠的眉毛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眉尾要往下垂，眉峰靠前，眉尾向下。我再用这个睫毛打底刷一下。然后熊用被这个眼睛这儿画一道，这儿画一道，形成一个倒三角，再加深一下烟雾，画一个高高小小的鼻子，就这样一直溜溜往前，再来一点高光在这里，这里修一修我的大脸，把这一块给收进去，画一个三角形的卧蚕，这个也是浅粉色。涂在卧蚕上，上眼皮不要超过这条线哦。再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，把眼窝加深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贴个双眼皮，把两边眼睛贴对称。用这种深红色画一个下至，画一个眼角。我开眼角的时候，是我最安静的时候。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四根，五根。我把睫毛刷了一下，但还是不太明显。贴一个这个细梗的小润狗狗 ，OK， 然后就是眼线，眼线先垂下来，再往上抬。哇塞，我太厉害了吧！然后拿一个珠光笔，卧蚕上，鼻子上也来一点吧。哇，太美了，没有亮晶晶，所以我打算点一个这个，很美。别说了，别管了，家人。涂一个口红，最后薄薄的涂一层这种淡粉色眼线，然后就开始吧。